为什么变成 biohazard 的？再次回来到我们的恶灵古堡的试玩版。那上次我们的 part one 的试玩版呢，反应很不错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又再次回来了。那我们的后面呢，还有很多的部分呢，还没有走完呢、啊，还有很多僵尸都还没有打，所以我们这次就回来了。上次我们玩的是 PS4 的版本，那因为那个30分钟呢已经过了，我们还没有把游戏玩完，因为我们耗很多的时间在那个解谜的那个方向的那个地方，所以呢时间不够了，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 Steam 的版本，那希望可以破完了。那这次呢我们又重新的开始玩过啦，那毕竟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去玩啦，所以我们这次比较快一点啦，争取一点时间啦，拿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呢，然后我们直接跑完它，快点啦，可以跳过嘛，这个画面直接跳过了，因为我们都看过了，就不要再浪费了，这旁边这个东西不能按了，不要浪费啦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这里没东西，这里没东西，直走，这里面有一个僵尸，有一个子弹哦，不管他，我直接去拿那个 shotgun 了。我觉得，哎，我先去那个女厕那边先。女厕有一个什么急救包，不是吗？不是急救包啦！你以为你在玩 PUBG 啊？雷米的飞机，对，可以。好了，我以为我在玩 PUBG， 还急救包哎，我还舔包哎。直接跑去救那个男生先了，这里没什么东西啊。我在啦，别乱了路。我在呀。OK， 你把它救了，直接跳过，直接跳过。王冠狮子跟羊，王冠狮子跟羊啊，我们啊就是啊，哎，一个东西要进来。不管它。王冠狮子跟羊，我们直接去拿那个东西。哇！啊！那个里面有一个肥老的那个。里面有一个反呢，直接跟他这个警卫拿刀先了。可以，拿刀。他这个电脑的版本呢，我现在按着右键呢是拿枪哎，拿刀的话反而是按着空白键呢，就是按着空白键，然后去劈，按着左撇的滑鼠，按着空白键那个只劈耶。他的，哎呦，哎，不是这里，我先上去拿那个东西好了。这边左边上面有子弹。我还记得了，接不着他了。这边啊，狮子怎么换？王冠狮子在哪里？狮子跟羊。OK， 确定。OK， 拿这东西，直接走啊。Good， 走，我不要跑去拿那个子弹了，感觉不大需要。这中间还有一个子弹呢，这有扇门，我直接把这个东西切开。快点，走啦，很慢啊！我应该开了这个门先去拿那个子弹呢，浪费我的时间。拿 ，OK， 拿那个草。OK， 这还有一个子弹，还有一个子弹。OK， 我有20多发，20多发好少哦。不管了，走，这里没什么了，这个人不要去碰他，这僵尸也不要碰他。没东西，这里没东西，走过来，直走。僵尸这边只有僵尸，我知道。这里没东西，后面赶快进去这里先。这边有一个啊，这个卡一定要拿。这里左边有一个子弹，拿子弹，组合。OK， 快，招，大家进来啊！大家进来，这一个地图。哎，这封信，信面啊，信爱情书啊。别看了，有个地图。OK， 拿地图，快，走，直接上。可以。完了，这里一只肥佬啊，后面有子弹，拿后面子弹先。我走错位啊！对，可以，30多发 ，OK。右边的门不能走啊，我直接往左。这里啊，先进去，先打开这个是。109吧，109是子弹呢。OK， 109是子弹。可以。106是那个什么废人嘛？106。OK， 109106，开。这个废人不能来干嘛、欸？不管了，我先去拿后面的shotgun先。其他的不能开了，视网板不能开，放。哎，我的卡呢？我刚没有拿这张卡。哎呀妈！我没有拿这张卡，拿那个卡。哎呀，不用卡了吗？我们是接力的吗？
快点快点拿这个东西先。他他他他进来。惨了，我没有拿那个 shotgun 了。这么你爆脚爆脚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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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射死我啊你，你射死我啊你，你从那里跑来了。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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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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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贵了，这贵的要死，我就知道了。左九右十五左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OK， 开，这边把上网找了啊！哇，这个腰包，啊，这个腰包，可是我那个手干的干没拿，我再回不去了，因为我跳过来了，没办法。喂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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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拉过来这里，我拉过来这里，这东西就行了，再浪费我时间，走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走，那边有草，这是不是进来了吗？等下，惨了，我要先堵住他嘛，我看没有拿到那个死人钥匙啊，哎呀，不管他了，反正他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上面了，这有子弹，这有子弹。可以，走，哇，冲来，这里后面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密码锁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？B I O， 开 ，OK， 也是找不着，看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小干子弹 ，Little Long Man， 我都没有枪拿什么子弹，这个柜子我们上次没有开到，我们开到这里就完了，这里还有个柜子吗？没有了。OK， 走吧。我上面还有只。OK， 走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走。这有什么？这我们没玩过了。好了，我们这里不用再跑了，我们这里要开始我们的慢慢探索计划了。慢慢探索计划是什么？白羊房啊。这里这个密码应该是。IES 吧 ，Yes， Resident Evil， 刚才那个是 Biohazard 啊，什么来的？哇 ，Magnum， 体验版有 Magnum 吗？哦，好了，这里我们没走过，小心一点。这为什么一个影子呢？哦，那个人偶啦。这个不是20古堡七的那一只吗？你也把钥匙。哦，这是之前的那个门啊，我好像有看到两个诶，一个是楼上右边，一个是在刚才的，里面拿小干，操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版本啊，What the？ 立格啊，哦，立格啊，我那只以前很怕诶，以前。真的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去哪里？哦？这是什么啊？惨了！这里感觉没……哦，又有一个板！拿到一个，我要，我的道具满了，把这个合掉它先。OK， 我有被咬到吧？刚才没有吧？量好。火药要拿吗？不需要吧？感觉先放这，不烦。哎，我好像看东西跑过，惨了，前面有东西跑过是吗？刚才，咦，这是怎么来的？小丑，没什么东西啊。我觉得拿着枪好了。耶，哎，哎，前面是什么？是谁？我打架。打下来！死了，应该是死了吧？不管他！可是我要进去哎，不行，那边有扇门哎，很多血啊！不过你问我说这个遥控，用那个遥控器玩，还是用这电脑玩？感觉射枪这样子射的话，用买这个 Steam 的版应该还这有个 C4 是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啊？用这金币。岔开这个缝隙，对不对？这怎么样哦？这没东西可以把它扭开吧？哦，多僵尸哦！这是什么来的？
欸，这里有一个欸，那个金币。欸，这里又有一个包哦，要包。我又交了两格哦。神一般，欸，这封信是什么？没有看过。爱死的企业混蛋，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，他们竟然想什么丢我，丢搞我啊。但如果我非不可见的话，我就把自己的乐子，真的，我真的吗？装置了一个 C4 炸弹，一引爆就下地狱吧。不过这结束的太快了，也不知道，也许对，给那些玩具，然后杀掉你旁边那个人，我就拿了其他人。好警察哦，所以难怪这里面这么多警察死掉啦，是有人玩他们是吗？杀掉旁边的人，你看，没有游戏了。OK， 趴了吧，这个游戏不能趴了，拜拜。诶诶，是哪里啊？哇，这个楼上欸，我还记得这地方欸。这地方以前的版本的时候是一个超好玩的。就是你走过来他就换角度了嘛。这是谁？一个楼梯。Leon, it's Marvin. I need you back here ASAP. Are you okay, Marvin? Marvin, 有问题啊。I'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. It's important. Copy that. 你走不过去欸。Marvin叫我们了。OK. 先走。惨了，我剩多少时间？我剩17分钟。我该不会连第二次玩我都玩不完吧？这什么来的？这给推，这个给推。推这干嘛？这是什么来的？我会放个东西把它，把那个柜子拿起来。咚。我要走回上去吗？这个门我还没有看到哎。惨了，我没有拿手干。这门可以开？这开是哪里的？不知道。这是楼上。对，上面没有。哇！我先把这点僵尸。惨了，被咬了。我的那把刀没有拿回来耶。哇，你鹅，什么鬼鹅？来，我把这僵尸打死先。这僵尸这一代啊，黑刷不能死的。Son of a bitch 哦。还好僵尸走慢哦。哇，他一直在骂脏话这一代。哇，这个头。God damn it. 还不死欸。死。OK. 惨了。我受伤了。喂，哪有一把刀欸。咦，为什么他身上有刀了？先使用。五个东西。看是什么东西好了，说不定这一根没有东西耶。怎么算？这柜子两个缝，这个洞是我跳不过去的吗？我跳不过去的。Just great. 这柜子我推去这边也没有用啊，因为这个要把它拿上来吧。哎，这个把它推去左边就可以，好像卡了。这怎么一回事？哎，没事吧你？哇累！惨了，这一代僵尸打不死的哎，他一直复活嘞。这是我打死很多次啊，这个把这柜子推过来。OK。哦，不行啊，把这两个，这个一个跳得过去嘛，两个不行，这不够平哎，我现在是走不过去哎，啊，我去找那个什么鬼啊，妈，僵尸无限复活这一代，子弹只是用来拖他们的时间而已哎，这里出得来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这另外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目录，鸟女子跟钢琴啊。鸟女子钢琴 OK 拿第二个 OK 呀，不太呀，老吴你也是给赛雷，又有一个什么底层的，这就去哪里了，开不到了。好，我们拿两个进展。喂，哦，他会撞门的。哎呦，这一代的僵尸啊，你以前的都是一进门啊，安全的逃过了，不行了，这次他会进来了，爆他头，爆爆
过。好了，没东西了，出去了。你找他讲什么事情啊？干嘛？没事啊，大佬。你急尿啊 ？Come here, take a look. 什么东西？所以的 Insta 又破东西了。I knew she'd make it. 所以。Yeah, name's Claire. I came. Claire， 女主角。他们说这一代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选男跟女耶。East side. 嗯 ，I'm on it. Thanks, Lieutenant. 惨了他，我惨了他就变了。啊！灭鬼哦！玩完了啊！我的体验版这样子玩完了。咦，好烂哦！它的结尾。然后呢？一样了，后面。I wanna find out what's happening here. She's the one at Umbrella. 好了，我们再玩过吧。我们还到现在都还没有 test 到这个 shotgun 呢，没办法，我们这影片的最后，我们为各位带来 shotgun 的精彩画面，精彩画面是三小，那几发四发而已耶。OK， 这一下进来，哇，两次，来，boom， 哇，很爽，来，再一次，快点，这个还不会没死吧？哇，手感也是很爽，我是八分钟哎，我的那个时间如果没有破完的话，还可以继续。喂，他还没死。哇，幸好。等等，我去拿一个包先。啊，这一代还蛮好的。另外一点就是，你在这个地方结合东西的时候的，啊，时间是暂停的，所以你可以慢慢说你要合什么东西。如果是那种啊，那个 Monster Hunter 那种。你按去目录的时候，他还是会那个，那种是紧张的，那种是真的紧张的那种。这很两哇，很多子弹嘞，射干子弹很多。好了，剩下八发而已，我们打的剩下八发，这一只 ，biu， 哇，很神，剩了四哎，你看吗？力哥，为什么体验版没有得用？为什么？哎，怎么我们这刚才没有走过啊？这里后面有个东西耶。哎，刚才我们没有走过，无论是谁，不管是人活着派上用场，正戴眼镜那鬼，他们的眼睛和蝙蝠一样看不见，哦，光和听力。他是说那刚才那只力可吗？像白痴一样乱跑。哦，他们是盲的，这一代力可是盲的。就是不出声，他们就不会知道你在哪里啊！我好玩哦，我好期待哦！这次我不要从那个木板那边下去了，你看我从那里，这里是最多僵尸的地方。哎呀嘞！怎么你？我还不死哦他！头吧我，哇头吧还不死哦！你看了吗？他这一呆，哇这一呆，头吧不会死的。哦哟，看我这么近，爆的还有不同的动画了，呵呵，再爆来头看啦，一二，嗯，啊，僵尸游戏有时候最爽就是这个地方啊，看吗？所以说基本上我拿些金币根本还没有用了，体验版那些金币来干嘛？一点狗屁用都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就玩到这里咯，期待完整版的回来呢。1月25号，那到时候1月25号，那到时候呢，我们不见不散了，拜拜。这个东西，哇，那个墙都逼塞出来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中间的。